台南市一间新北科技公司和建设开发公司哦，捐赠一批明星物资，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来举办捐赠仪式，由市长黄伟哲哦代表着受赠甲会赠感谢状，以感谢新北科技公司张敬明董事长甲建设开发公司王志明董事长热心的公益，并且支持着台南市照顾弱势优先的施政理念，共同来帮助更加侪弱势民众。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为了提供低收入户确诊者居家隔离期间的短期物资需求，由食物爱心银行提供一次性的物资。台南市一间生物科技以及建设公司共同捐赠物资。台南市市长黄伟哲感谢科技公司以及建设开发公司的热心公益，这会帮助六十个民众。我们也特别的谢谢洪仲还有丰城两家企业的这个爱心，那让我们食物银行不管在防疫物资，不管在这个生活必需品方面，都有非常非常充分的充裕的这个准备，能够提供给我们弱势的团体跟家庭跟个人。关键企业代表王地民表示，时常关心台南在地的公益大小事，日前也协助每个宗教团体生活上和社会局提供低收入确诊家户，期盼各界会当做伙响应善行义举，共同创造更加温暖美好的大台南。中小企业，但是我们的理念，我们是觉得当不一定要等我们的营业额盈余多少，我们再来发挥帮助别人的功能。但是我们是秉记着，当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尽其所能。我们两家公司也会一起来帮助这一些需要的民众。现在的尤其现在的这个疫情，很多家庭确实生活也是受到一些很严重的影响，我们也是尽我们的一点点力量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市府社会局指出，食物爱心银行除了向弱势民众物资以外，也会安排社工甲志工关怀方式，以实际需求提供资源来协助民众。记者唐家新，市政府采访报道。